想要当松心的鸡？是邮差的意思吗？没错，松心的鸡就是邮差的意思。邮差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哦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很多人。爸爸爸爸妈妈，有你们的挂号信哦。Hello， 张尼叔叔，我们正好想到你耶，我也要当邮差。好耶。你也想当个送行的改吗？什么改呀？送行的改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送行的改是一样的，都是邮差。对呀、啊，在我的家乡呢，我们讲的是海陆腔，所以邮差叫做送行的改。好，我决定了，长大我要当送行的改。因为邮差可以帮助很多人。松心的鸡，松心的鸡，邮差。涛哎，你未来想要做什么职业呢？我想当松心的鸡，因为邮差可以帮助很多人。而且啊，松心的鸡不管是刮风下雨，还是会把手中的信件安全的送达每一个人的家中哦，真的很令人敬佩呢。松心的鸡，松心的鸡，邮差，松心的鸡，邮差，跟我念一遍，松心的鸡。学会了，厉害哦！哈克乌拉拉，下次见，张磊亮。